今天是旧金山2020年1月29日，国内是1月30日。我到这边的超市看看口罩啊，想看一下。它这个 Walgreens 超市下面写着 pharmacy， 是也是药店的意思，药店的意思啊，即使超市也是药店啊。还有一个叫 CVS， 我没怎么去过，好像也卖这些药品吧，到时候看一下。Cosmetics 化妆品，这边是文具，这边是贺卡。然后这边是有点呛嗓子，都是洗手液。他这应该是在什么地方有口罩，这是抗菌的用品，然后这是洗手液吗？这是营养品。这个是尿布，这个是。然后这个是鞋垫。这边是手套，这个是手套，好像是。
no more，没有口罩，再见，没有口罩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